凡凡是一个很好的歌手，我们会帮助他，就像我们帮助其他一样。凡凡本身他的一路的他一直在走在那个社运哈，他一直是一个社运的一个歌手，他的歌也很动人。纯粹从艺术的角度看，他是一个他的歌唱得非常好。那这次用台语专辑得奖有很特殊的意义。你刚刚讲的是凡凡，其实我们对所有的歌手也好，艺人也好，我们只能把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影视产业饼做大，而且是尽量走国际合作。我刚才讲到说，我们不是投资蛮多钱在那个影集或者是电影或者音乐，其实其中有一项就是国际合作。当你把自己的饼做大，然后再可以走上国际的话，那个产业就蛮大的。是怎么看说巴奈被中国网友攻击？会不会觉得这样子还蛮无辜的？台湾其实那个在影视音方面一直是华人世界的龙头啊，然后他的表演舞台也可以走全世界。那凡凡是一个很好的歌手，我们会帮助他，就像我们帮助其他一样。部长，您看就是接下来三金会不会担心说，如果只要是中国这边的艺人，就会有一些好？从过去的历史到现在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从影视音方面都是华人地区的那个龙头啊，不管产业不管表现，因为只有台湾这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才可能有很好的创作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个，因为我们一直是华语世界的龙头嘛，就像金马奖一路走来也没什么问题。那部长昨天也有在脸书上声援巴奈哦，巴奈本身他的一路的他一直在走在那个社运哈，他一直是一个社运的一个歌手，他的歌也很动人。纯粹从艺术的角度看，他是一个他的歌唱得非常好。那这次用台语专辑得奖有很特殊的意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台湾拿这次金曲奖来讲好了，我在现场的感觉是我非常感动哎，因为我觉得包括原住民的语的各种歌手也冒出来了，客家语也是，然后台语的啊，还有华语的，我觉得非常蓬勃的发展，就是因为台湾具备这样一个环境，我现场看的感觉是非常感动。那同样的，这个东西就会是我们未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吧。而且我们政府在这几年花在那个一个是政策上的修改，一个是实际上金钱上的补助，我觉得都已比过去甚至于加倍。我举个例子，像影集好了，最近我们在看那个影集，我们的补助哈，影集动不动就一两亿啊哈。我们最高已经可以补助到60%了，过去大概没有过。文策院扮演的是一个投资，然后文化部扮演的是一个辅导金，这两个加起来，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在扶持这个影视产业，音乐也一样。有媒体呢是批评说，这官方脸书是在自我审查。关于那个自我审查这件事情，我必须澄清一下。我在20-30岁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我的电影会被剪。然后我的电视会被剪100多刀，我的歌从来没通过，我一直是一个奋斗者，我一直是跟新闻局抗争的人，所以你想想看我这样的背景，然后台湾终于言论自由到好多10-20年了，自我审查，除非你脑袋里还是一个很威权的，停留在威权时代，在我身上几乎是不可能自我审查的。简单请问一下，就是巴奈因为这边好像是被中国这边的音乐平台封杀，那部长这边有打算要怎么样帮助？事实上我刚才有讲过，对所有的艺人啊，在台湾的艺人，我们能够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啊。你虽然讲的是巴奈，其实我们对所有的歌手也好，艺人也好，我们只能把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影视产业饼做大，而且是尽量走国际合作。我刚才讲到说，我们不是投资蛮多钱在那个影集或者是电影或者音乐，其实其中有一项就是国际合作。当你把自己的饼做大，然后再可以走上国际的话，那个产业就蛮大的。